那这个不免俗，我们今天来一个感谢祭，感谢祭，对，怀顾之旅。所以今天这个，把泰山找来，阿戴，我决定我们四个猜拳，再去买一次麦当劳。看你以为你拿相机就没事哦？会要吗？不会以为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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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不要吗？不行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来哦，给一个我输的几率就小，给我输啥？你说我跟阿科输，有机会，有你们两个加进来，我不觉得我会输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气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，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，剪刀石头布，哎呦，剪刀石头布，哦，来，我来做公器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也不是泰山，我就把它交给你了，表弟。The next day， 好了，就上路了啊！你输了啊！不是这样，剪刀石头布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没了。来给大家看一下哦，我们特地这个帮小爱换新的衣服。上次那个影片被黄标了，所以这次这个影片大家一定要多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奥利奥西巴斯道歉，露出胸部。奥利奥西巴斯，会不会因为我这样被黄标啊？会，这样真的不行吗？他今天包很多人，对啊，包很紧的。这阿呆马子，高校生呢？车子有冷气吗？有吧，三十几度哦，你穿这样你要不要中暑？不是，而且这个很悲。我们追加一个新的啦，你要去麦当劳啊？不要去了吗？顺便带他去买槟榔啊？问槟榔西施说：“我马子漂亮吗？”顺便要一下 IG 跟观众朋友分享啊，还要 IG 了，输了要的底下留言加一，叫他去要 IG 给大家看啊。麦当劳还要吗？你们不要吃吗？二三天都没吃，就等你去买了嘞。这样要去很多地方对啊，到麦当劳你就念 rap 给他听嘛。麦克鸡块，薯条加大，可乐不要冰，拿铁大杯喝不下，要小杯的。有没有看那个rap 点餐？好不好？就那个阿呆出发了，来交给你了，好不好？把我的。这个 ICO 奖，对 ICO 奖交给你了。第二代，你看那个叫什么？长山后浪推前浪，上面背有新人出啊。这两个是不同的词。好了，出发了，耶、yeah! ！下雨了啦，下雨了。好了，先去再说了啦，下雨再说了啦。天这么黑，风这么大 ，ICO 奖怎么还不回家 ？ICO， 我拿不到安全带。哎，猜输了啊！干，现在四点呢。走了，走了，我可以牵你的手吗？应该可以吧。看，好险，现在好像没什么人呢。你存在感很高我没办法不注意你我们牵手好了，你都坐在我旁边了。不好意思，旁边有公车啦。不要。看我当初说我不会紧张，我现在超紧张了。太白痴了啦！这里是南港啊，我现在要去松山的槟榔摊呢。上次 SL55的槟榔摊呢。嗨嗨嗨嗨嗨，更没有人要理我，好不好？看我一下啊！我都这么牺牲了，为什么都不看我？手牵手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。我已经没有反应到我需要唱歌来垫时间了。嗨，嗨，没有人要理我啊！嗨，没人要理我。嗨，嗨，拜拜。耶，这样算有一个了吧？有一个了。我要充完几个？十个好了。十个。要先有路人吧。
我脸有点涨红哎。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每台车经过都跟他嗨？哎，他没有理我，我被无视了。大哥，司机大哥只有笑，他不理我。嗨，嗨，我把那个怪叔叔混在一个。哈哈哈哈哈！教坏小朋友啊！小爱，我们快到了。哎呀，大雅子，你要开进汽车旅馆？我叫上两个人吗？小爱小姐，我们到了。嗨，大哥，我因为我们在拍一个节目，然后我想请问，我可以跟他跟你拍一下限动或者是自拍吗？可以。可以哦，好，谢谢。先自拍好了，可以拍吗？好，可以拍好。好，一二三。这样可以吗？哦，好，可以。那你有 IG 吗？有。那你方便给我们的观众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那你可以帮我讲一下吗 ？TIFFANYSH。I， 然后四个 H， 然后底线。啊，怎么称呼你？芬妮。哦，芬妮。对，我好失礼，我刚到进来，我都没有跟人家问什么名字。那我还要做什么？你要不要干脆直接买个饮料？哇，好啊。对，好啊。你要喝什么？我先问他，你要喝什么？你要喝什么？哦，他问他有无糖绿茶吗？有。无糖绿茶可以吗？好，他说可以。好。两杯，嗯， okay. 谢谢。里面有钢管的，但是我去跳一下。我问你哦，钢管可以借我跳一下吗？哦，可以啊。好。动一下。还有。三杯可以，三杯。好我还在想到我到底为什么自己跳。对啊，你干嘛自己跳？你可以请他跳吧。跳就好了，我到底在跳什么啊？哎、欸，超尴尬。我不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啊，算了，随便啊，就这样了。哦，好好，继续播，继续看一遍。谢谢。你会觉得这样子很奇怪吗？稍微。只有稍微吗？有啦。那如果像你这样开车，然后载他在路上，然后叫你去信义区绕一圈，你敢吗？我觉得可以。你敢？哦，好。我不敢，不敢，我刚刚整路来，我都很紧张。我跟他们挥手，他们都不理我。好，那就好，谢谢，就这样。好，完成第一项了 ，OK 了吧？给我跳钢管舞 ，OK 了吧？这钢管舞是我送给你们的，傻逼输了嘞！啊，他有点快要消气了，赶快把他放上车，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。Giant Lee， 风化感应是高压清洗机，售后护理是渣男，负责到底是暖男。风化买了不怕会算盘。干，我已经满头大汗了，超热的，超热的，超级热，穿这个超级热。小爱已经热到消风了。嗨，嗨，嗨，请问是YouTube？ 那你会觉得我这样很奇怪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不会吗？可是在这个的不多，很丢脸呢。拜拜。耶、yeah, ，这样算一个了吧？两个。哎，我是怎样啊？我要金正恩呢，我到处跟人家嗨。哎、欸，我要拍照了。睡啊！这样第三个了吧？我感觉在发现洞。在发现洞吗？啊，你要记得不要记我哎。你看到时候看，我今天遇到笑哎。Echo 讲你很久没有这样出来放风了哦。嗨，嗨，这红绿灯那么长，靠北。嗨，嗨，没有人要理我。拜拜。哎，有新公车，有新公车。嗨，睡。哎，睡。睡。你干嘛？嗨，嗨，我期待我睡吧。赞不？啊！你其他想法如何如散呢？对啊，如何如散啊？我你吵到拢散去呢？唔知虾米安尼话话。嗨！我会不会被揍啊？
干，我一直觉得我可能会被拦车啊！干，没有没有人。Hello， 大哥，大哥，灵魂下了，骑慢点哦，拜拜。剩几个人了啦？四个而已。十个太困难了吧？我要把火力集中在 Costco 停车场了。嗨，耶，又成功一个了。嗨，还没放歌理我，干。好，来到汐止妇科老板的路了。现在我们来 Costco 好不好？哎，你也不能说不好，我已经进来了。嗨，拜拜，六个，再来，嗨，拜拜，赞哦，我已经放飞自我了，嗨，拜拜。都没有人要理我啦，我现在是看到人就要打招呼了。好，出去喽。好。很想和你再去吹风。好啊，下一站麦当劳。最后一站了呀，快到麦当劳了。这松掉力耶，真的进不去了，挡住了。真的不是我不买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不是我不买，是他不让我进去。我很想进去，好不好？超级想进去了，那是他不让我进去。OK 的，送掉你，干扣掉我。东湖那边有一间德兰树，还要去东湖哦。小爱，我们汐止的麦当劳没有德兰树，我们去东湖的吧。小爱，今天算你幸运的哦。今天车多，但是人不多。嗨。没有人要理我啊，我就是也是幸运的。我觉得我已经慢慢习惯旁边载小爱了，我也习惯大家都不理我了。趁最后买麦当劳就可以结束了。哎，我们快到，好，现在人开始有点多了。我们快到东武麦当劳了。然后我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其实没有买过德来树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买。这里人好多，我看。嗨，耶，小爱，我们到麦当劳了。看，我真的没有点过德来树啊。不是，这重点不是，小爱，这不是怪你哦。不是因为在你，所以我害怕点德来树，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点过德来树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好，稍等我一下哦。哎，你要吃什么？好，随便。你们现在有几号餐到几号餐了？不都有啊。那你帮我做一到七号各一份，好不好？一号到七号各一份吗？嗯。好，那配餐都是薯条吗？对，薯条，然后柠檬红茶，这样是七份吗？对啊，七份套餐。啊，那你帮我做到十号好了。那八号、九号餐是麦脆鸡腿跟麦脆鸡翅哦。好，谢谢。加油，点完了啦，不送我啦，一号到十号啦。看我真的没点过德来树，我真的不会点啦。好，那叫他带11330。那你觉得我女朋友漂亮吗？漂亮。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拜拜。哎，里面的店员蛮可爱的。说实在话，真的蛮可爱的。谢谢。收到。啊，好了，回家了。耶，买完了啦 ，OK 吧，可以结束了，耶。哎，有没有打折？没有啊。怎么会有打折？我起来就是漂亮啊，那一波大小哦。没啊，老板叫我用 rap 点唱，我根本点不出来，好不好？
我连点餐都不会。麦当劳不是都是1、2、3、4、5、6吗？为什么得来书上面是写 A B C D E F G 啊？包括我，现在6点了，就载着小爱在外面晃了2个小时哎、欸。说真的，载小爱不尴尬，尴尬的是我要跟别人打招呼，别人不理我。台湾人的热情呢？这集应该很难超越小时那一集了，但那集明明是经典的。我这个没办法，我今天过得太平顺了，辛苦你了，今天陪我了半天，让我感受到温暖了，好不好？很久没载女生了，今天是这样带大家来去看我们公司的新路口。因为我们以前的路口是在桥下，那是一个机车道，但是一般人不知道那边可以进去，所以大家常常会找不到路口在哪，所以我们最近就要把路口迁出来，我们换一个明显的位置，所以现在带大家来去走新路口好了。到这个红绿灯呢，左转，左转之后接着就是右转，哦，来，这边就是我们新路口，就这样一路通通通通通通，一路开一路开，耶、yeah ，没有，就到我们公司了 ，OK 吧？回来了，你看他已经快没记了，对啊，好玩吗？哦，还蛮好玩的。其实不会尴尬，我觉得重点不是载小爱，你知道吗？尴尬的是没有人要理我，我很努力的跟大家打招呼了。对啊，没有，我觉得我这集很难超越老板那一集，老板那一集太好笑了，加上我们路上又没什么人，所以就这样。我觉得重点应该就是槟榔西施那段而已。那喜欢我们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见，拜拜。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Avia モバイル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。金爸爸，手环打开来，0秒开机台。